钱，然后这几天我跟我配偶都有一直都有来这个地方，我们都有试着按电铃，对，然后也有请警卫帮我们打上去，都没有通，就是都没有人做过，但我已经开始有点慌了。然后我表姐他们今天就陪我一起来这里开始。我跟我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是4月23，那可是在4月23以前一直到5月5号，5月5号我妈妈都还有在跟我回来，但是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。对，但是5月4号那一天我打电话过去，然后是有听到我妹妹的配偶她先生的声音，她是跟我说，她说姐姐那个妈妈在帮我妹妹的小孩子做洗澡，妈妈手机坏掉这样子。然后我说那你跟妈妈说我再找她，叫她回我。然后后来就持续只有传赖，然后到隔天5月5号，我那一天也是一直在打电话，因为他那天跟我讲说，赖上面的妈妈是跟我讲说，他那一天那个男生要带妈妈去买新手机。你说的那个男生就是妹妹的配偶、对，他一直都说他要带妈妈去买新手机，但因为他跟我说妈妈的手机坏掉了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买新手机应该隔天嘛，至少应该差不多隔天的时间就可以拿到手机。我又在打电话，又联络不上，又联络不上之后呢，我就打给我妹妹，我一样没有听到我妹妹的声音，一样都是只有 LINE 的回复。她跟我说她在上班，在忙，怎么一回事？我说我要找妈妈，我说我联络不上妈妈，然后她就说妈妈手机还没有换，对，她说妈妈手机还没有换，然后可能妈妈没有听到，那她请警卫帮我们上去敲门，她是这样跟我讲的。